个彩球击败的角度你都把它留住，然后你像这个像这三颗，那可不就把这颗挡住吗？那其实间接来说的话，其实如果红球挡了红球，如果红球挡了袋口，如果红球挡到彩球进行线路，那它理论上来说，它应该是先被吃掉的一匹。理论上，为什么说理论上呢？因为你的位置还得叫到那个位置，你能叫它吗？对不对啊？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角度题，那你可以平常练不了，它经常背了八十个角度题，所以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看他们在快，但是你想想，他平均花个时间花多少时间？大概也要花到20秒以上。那你看到你的时间会显得快，对不对？不要看这种图，不要看照片图，不要看火箭，你练习走位，啊，它绝对有影响，多多少少。过了变成大小。掌握力的大小。其实我觉得你们说的都对，没有我们。